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喜欢来这了，很舒压。你坐了我的位置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帮我？你不是很讨厌我吗？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，我的手术。我如果是你，我会选择跟你同样的方式。学姐，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走外科？对啊，你不适合。我不适合，那谁适合？你都已经知道答案，你问我干嘛？我真的只是想要救人。为什么救人还要被告啊？因为你是医师。饿了吗？我不来吃火锅啊。